是最美。不说话的眼睛，追求一份永恒，疼了伤心，伤了珍惜我一生。不说话的眼睛，需要一份心疼，有爱有真，有人有分，没有恨。不说话的眼睛，追求一份永恒，疼了伤心，伤了珍惜我一生。小姐，又要加准，那囡仔果然用过来吃啦。土地公腰卡背，那就是你干。我来找。先生，先生，先生，你去动啊吼，事态该小心的，安尼后摆哦，鬼神娘都袂惊。对对对对对，好，进来进来。你畜生！拢嘛，你来应该事管啊多啦，啊叫我烧烧什么东环啊啦，但咱即摆哦，用要去阎王遐跟鬼叫啊，你知影？我是要安怎才好啦？哎呦，拜托你卖哭啦！啊，我不是你阿爹哦，你阿爸、你阿叔啊啦！啊，连你三表、五表亲戚一点关系都无啦！拜托你卖讲哭啊，好无啦？啊，我是要安怎啦？啊，卖讲哭啊，拜托你啦！你吵啥？啊，你是咧哭啥？啊，你哪叫回来啊？啊，小姐，你无代志哦。我给他出门迎宾了，来，乖哈，阿婆，莫哭莫哭哈，乖乖乖乖。哎，啊，出发了嘞，是关哪啦？哪搁哭啦？拢是为着伊啦，叫伊抓起来啦。乖乖乖，梦是我先做大呀，他妈那个惊死啦！乖乖乖，我只有这点毛保护伊啦，我贪心怕死。我该死，我该死，我该死了！好了好了，你卖个主角了啦，出马伊袂死啦。真死了！伊有灵用可言，这么爱伊，变伊讲出咱咧度啊！啊，那安尼我就放心啊。那阮小弟啊出马到吼，一惊两唔惊个啦。你安怎甲灵天安怎甲可言吼？伊绝对袂讲这个所在啦。啊，对了，小姐。这是王彩云小姐的鬼魂在里面，啊，要安怎处理啊？把伊放在深度下面。妈！啥？把这个假尸，啊，来给你捂着嘞。那等你捂着吼，我都袂爱啊。哦，我听过了。你若是搁唔讲，我就用这个小弟啊。有你的目睭，你的厝房都会变作青梅。我跟你讲哦，我袂讲啦。就算讲哦，我若变作青梅哦，我讲耳孔通听啦。我要为正义牺牲，我要办西流名，我要让后代人哦敬仰我厝房啊吼，敬仰的精神啦。好，既然你安尼，我就成全你的愿望。王爷，文静，
兄弟，这个实在有够万倍，我安怎去拢唔肯讲。大兄，我有一种型，伊一定会讲。哦。出吧。你真是何苦呢？啊？敢有需要为着一个无熟悉的囡仔，伫拼死拼活，这要哪有意思呢？哼！人生在世，只不过短短的数十年。厝房的，我看有真侪酒色财气、美女、好酒，也够山珍海味。你这个年纪，恐怕拢唔捌享受过哦。嗯，我足傻的啦！你讲这哦，拢爱开真侪钱哦、喔，我无钱啦。哈哈哈！出吧，目睭闭较紧嘞，我定定做出吧。你看嘛，只要你肯讲出来，这块金银财宝。拢是你一个人的，嗯？阿妹，小姐来，我叫了。小姐，苍蝇哦。少爷，小姐，好啊，你卖假啊！你真大胆，既然敢骗我！啊！啊！若是讲唔讲，你唱倒去，我就将你这只手甲毁掉！啊！不啦！我无骗你啦，我讲是真真的啦，安之前哦，拢骗你的只哦，我无骗你啦。你是白在清醒。哎呦喂！嘿，你讲的都摸不着啦。哎，来啊，你，靠！今天敢用这种小人的手段来对付贫道？哈哈，哦，你这妖道啊，你太严的啦。哦，下摆无落屁的久啊，即马哦，还我来信你。小姐，哦，你足够的。搁想这款妙计，我知你爱钱如命，一定会讲出去。所以首先，第一家设好机关。哎，小姐，啊这钱哦，什么人无爱啦？但是摊像我安尼吼，痴迷了去碰到这死鸟子哦，嘛是一件小功。讲你的头啦，点去啦，让小姐来询问这妖道啦。你老实讲，我袂伤害你。张贵害死王彩玉了后，家己的肉身藏伫咧倒位？你叫啥呢？都我都变到酷个相。嘿，真，嘿，金宝小姐，这妖道快用妖术了啦！什么？你哪还手去啊？我已经派人出去外口找了，因三个人我相信无外久都会当抓到。代志变到安尼，你一秒仔都无着救。万一家囡仔因我受过？咱阁有啥物办法甲咱控制？嗯，好啊，这件代志我甲阮大兄来处理。大兄，即卖上要紧的代志，就是咱来分头进言。我去找秀姑，你来赶紧释怀，将迄三个人干。就知咱变个只，啊！恁哪要搁转来只啦？就是因为知影，所以无法度想象，咱搁会转来。哦，大娘，多谢你解救我阿姐元宝。你是阮的大文青人。是啦，元宝是阮秀姑的姑仔，阮廖家唯一的单传。姑娘，你的温情，我唔知要安怎样啊报答你。你是阮大家新妇一拜。
多谢。唔通安尼，赶紧起来，赶紧起来。我敢若希望阮阿婆啊，会当替蔡玉伸冤，解救你家，度过这个危机，安尼就算大功德啊。想袂到蔡玉小姐，伊下场这么凄惨，亲像伊阿娘好姑娘，竟然让遐尼啊浓毒查某敢若害死。迄一天，我看伊叫做小姐，我就想要跳过伊个面皮，也毋过。为了万宝，我只有照伊的话去做，免阁自责啊！恶有恶报，我会释怀，让恁主席恶讲。出外讨伊。是。咱来请王彩玉小姐出来，我有话要问伊。是是。甲你洗身完困，阮三个人拢无法度甲你完成，阮感觉足见笑。彩玉小姐，阮实在很慢，很慢到有剩。也唔过吼，嘛吃真侪苦头了。我家己有哪知影，这阵的案情，唔是遐尼简单才当洗雪的。而且即摆张贵甲冤枉，有迄个杨道林，互伊做靠山，伊一定会更加得寸进尺。我现在最大烦恼的，就是因为对你家全家无灾害命。这一切拢是劫数，就亲像海上风台同款。咱大家心头啊念啊念，祈求大家的智慧，才会想更加好的办法，拆穿因的阴谋，替你伸冤。阿弥陀，你的肉身现在藏在迄度，我无法度去家门帮你伸冤了。珍贵的贴身，伊从我的肉身放着两粒大石头啊，等来安置我。伊是怕啥物，害我一世人养死不得超生。你的心肝竟然遐尼恶毒，彩玉小姐，您放心啦，有媒人婆甲咱作证，我一定帮你洗清冤屈。无喏，你个吼阿爹食，阿爹身体无好，爱食较好诶，好一下。哎呦，进前诶代志你拢无去恁阿娘，不愧是名门之后，优秀有道，实真难得。迄小块代志做新妇诶，哪会记恨在心？你再讲，咱敢有歹命煞着？即摆嘛已经过去啊。我只希望阿娘会当放心，快快乐乐过日子。唉，我是怎样老烦恼咯？安尼最近哦，拢在怀疑你的身份。我感觉你无怪我，我就放心啊。对啦对啦，咱一家人以后都安尼和睦相处。彩玉啊，我嘛希望你甲你家早生贵子。我嘛是安尼希望啊。啊，不过这嘛不是我一个人。阿翁啊，以后吼你来对彩玉较好咧，知无？老爷，自从阮小姐嫁过来以后，真罕咧看恁一家人咧这么欢喜。小的在这吼，先恭喜少爷，恭喜少爷早生贵子。阿贵啊，啊一寡代志安尼，互你来斗相共。予阮一家口才会当多过几下，以后阮李家用好，这生意都要多劳烦你了。老爷，这是我应该做。
我以后一定尽心尽力。老爷，外面有家门的捕头要来找少奶奶甲张总管。你看我讲是为着什么代志？为着一桩的命案。命案是什么命？什么命？有人告你甲林万五共同谋杀着丁州府的王彩玉。官爷，关老爷是不是有误会？我的新妇是王彩玉，无唔对。伊怎么人好好徛在遮？伊上怎来讲叫谋杀？这我就无清楚。我只是奉命要来抓人。你若什么话，台湾大臣讲袂使哩。我比过林万五张飞上堂，我比过林万五张飞上堂。林虎，王彩玉，小民张飞，叩见大人。有鬼！恁两人何地罪？回答恁的话，小民不知心烦何罪。有人控告恁两个人共同谋害丁州府王彩玉，可有此事？我啊，大人，林虎真正是丁州府的王彩玉，请大人明察。大胆！世间之上，免了冤死者甲凶手是共同共一人的道理，这袂是咱受过蒙当。阿英啊，在大冤国上堂，大冤国上堂。明女林默娘，明夫张秀姑。好见大人，林母娘，你只讲张贵甲林万五两个人共同谋害王彩玉，确有其事。句句属实。要咱咧当中下过条路，伊自认讲伊是王彩玉，这你要安怎解释？回大人，伊并不是王彩玉，伊是查某囡仔林万五。这件代志，媒人无我秀姑会当作证。就秀姑。当中下几条理，究竟是什么人？回大人，伊是丁州王家千金王彩玉的随身查某囡仔林元娥，并不是王彩玉小姐。你又袂难讲，秀姑，前几天你才去阮家做客呢，谁人今仔日反面不告，要陷害我嘞？前几天我是受到你甲张贵威胁，才会讲白话。我甲你无冤无仇啊！我想要威胁你，周秀姑，你讲曾经受张贵的威胁，你可有证据？回大人，张贵交给尤道人将民妇的囡仔掠去，而且搁威胁民妇，一定要指认伊才是真正的王彩玉。民妇为着要保护囡仔，只好照因的话去做。如今囡仔在何处？是这位林姑娘大力相助，才会当为尤道人将囡仔救出来。现在已经交给民妇的大家在照顾。话拢你一个人在讲，哼！你是要陷害阮啊？住口！王官无门，不准你开口。林默娘，你怎作写讲王彩玉是受张贵甲林默娘两个人伫七里坡的观音庙谋害？这详细经过情形，你如何得知？回大人。是王彩玉小姐的冤魂跟我讲的。什么？是鬼魂跟你寻冤？是王彩玉小姐喊冤仇，为着要结还张贵，甲林冤枉蒙冤背义，天理不容的罪行，所以到观音庙跟我寻冤。林女所讲的句句事实，请大人明察，替王彩玉小姐寻冤。那鬼仔讲的话，要哪会安相信啊？你安尼陷害阮哦，大人，伊一定有啥物不良的企图啦。兄弟，你若敢搁再安尼扰乱公堂，本官就把你打入地牢受罪。林茂年，文刑判，收到人证为证，
李桂芬之间，伊要叫本官如何相信？郭大人，伫个李家有一尊白玉观音，顶头了有王太后小姐的血，那安尼就是上好物证。我若认真，为人无阿秀姑，捌见过真正王太后小姐，伊就是上好认证啊。郭大人，民妇伫个提亲的时阵，有伫个王家待几落工，所以捌王太后小姐。民妇会用对你救助，伊是查某囡仔林冠娥，并不是小姐王太玉。你敢会无天？金秀姑，我跟你无冤无仇，你是安怎安尼陷害我？本官问安，不准你告面相嘛？你是不是王太玉？本官托你老爸前来认亲，自然会当明辨。郭大人，郑州府闹水灾，王家的人。已经无一人生还了。要哪呢？李家的公婆呢？因已经十几年无见过王彩玉啊，所以认未出真假。要哪呢？讲只有周秀姑一个人认识王彩玉。是。跳！大胆跳！无才害命，这是何等重大案件？凭你鬼魂之算，啊，甲你同款列入冤国的唯一见证人。你都要来诬告他人，这里啰嗦，你要叫本官如何相信？来人啦！在，拖入去东坝一带大办，以除警戒。你，大姐，大人，王彩玉小姐的尸体已经去予丁贵，用两粒大石头啊，顶面按住我。只要大人派人去找到尸体，就真相大白。又搁有尸体，搁。听公公出来，所谓不见公公出来，莫安尼一行强讲，要尽看本官的错反省。大人，只要找到尸体，你就会知影，伊是假的王彩玉，假的李家，别有企图。人死当然都爱见死，本官会随时叫人去找出，但是要未找到证据，本官命令伊相公交保在我。不得随便离开主座，以便随时好团就团。大人，明星官恶毒，怎敢若上好归山，恐惊因会逃走啊！放肆！本官办案不准你乱加断案。我再讲，案情还未明朗进行，你要叫本官如何收押人犯？大人，因捌几啊届派人加害民女，甲周秀姑。伫个案情还未弄清楚进程，大人敢会派人保护阮？这本官遵你所请。如果你若是胡言乱语，随便陷害人犯罪，同款本官也不随便了事。高波涛，毕志才，你是本官的波涛，本官命令你派人好好去找找尸体。同时好好安顿这两个官，遵命。上火因烈火烧温情，合家平安。贵妃迎福来，彩玉，欢迎你平安倒转来。彩玉，听阿王讲，管老爷并不相信秀姑所讲的话。是啊，伊想要诬赖我，官老爷当然嘛袂相信伊的话。秀姑，想不晓哪会安尼颠颠倒倒？伊哪会讲你毋是阮李家媳妇？谁知伊是存什么心啊？无你靠啊，伊是予迄个女骗子使弄着，想要陷害我，骗咱倒的钱。秀姑，伊红在了一条，
较早是咱理解长工，不过秀芳所做的代志，实在是真使人想袂晓。老爷，你卖搁再怀疑咱新妇啦。你嘛知影讲秀姑较早是经营出身的查某，这种人啥物代志都做会出来。是啊，阿娘，阿爹讲了无唔对啦，这么不简单，彩玉才安全倒转来，咱应该庆祝啊！你莫搁怀疑啊啦。彩玉，并不是阿娘爱道理，实在是秀姑所做的一切代志，使阿娘真困扰。阿娘，你来安尼怀疑新妇，阿婆。回去我去死啦，表示我的清白。哎哎哎，你莫甲俺丢面。你莫冲动，你莫冲动。好啊啦，这桩代志莫搁再提起，从今以后，任何人不准再提起此事。我无怀疑啦吼，你莫去，莫去冲动，莫恶变心吼。这就是本官的夜站。你来暂时委屈，住在这。多谢。多谢，多谢。我你来开门去。哦，来，你来。哦，这间厝这大间，做做阁这水，嘿，臭烟的，比咱咧红高野外拄到鬼哦，土足多。怎么样？我你讲，这个所在吼，老板一块哦，迄韭菜吼。啊，佫叫两个水果林妈呢，啊陪咱两个恁淡薄啊，啊你就较舒适啦。这位哦，哎呦，奶奶哦，把一桌饺仔来搬哦，哎，这个所在哦，佫无人会来掠饺，哇，啊吃土豆。所以嘛，人生哦，来好好啊，佮享受一下。系啊，唔通参像迄王彩玉哦，啊袂过门就去用台死哦。迄真正是哦，人生一种罪孽啦吼。你讲啥？不啦。恁搁当遮胡言乱语，我就请恁困路边。我来讲。林姑娘，真感谢你。若毋是你请官老爷叫人保护，看阮母仔囝是要去美业倒位啦。阿母，你唔通安尼讲啦。秀姑姐啊，感冒危险。替王彩玉小姐伸冤，我哪会用无顾恁一家安危呢？彩玉小姐做人遐尔善良，竟然有歹人害死，我是爷爷唔能无啊，要哪样无惨的？也毋过吼，我即摆上惊，就是迄个张贵甲林元吾，毋知去买收管老爷，卡输哪安尼？安尼彩玉小姐伊的冤情都无法度通好势啊。对啊，恁放心啦，迄假波头。已经去找尸体啊！若去找到尸体，安尼张贵遐灵验哦，就难逃法网。喂，过来安怎？过有无啊？我无啦。过详细过看嘛咧啦。大兄，代志敢真是拢处理好势啊？代志若是无处理好势，兄赶车早找着尸体。好嘞，家仔，家仔，大兄你的脚手较紧，啊若无，即摆就真歹过关啊。若准讲过一关，嘛阁下一关啊？若要杀死迄个林默娘甲秀姑，这件代志永远袂了结。袂用的，即摆代志已经闹到关老爷遐去。若是即马把因三个杀死，代志一定会愈闹愈大。我不管啦，这拢是恁两个人惹出来的。当初把小姑杀死就无代志啊，你们偏要掠囡仔，甲变到即马即款场面。你的意思是咧怪我就对了。不要怪，是要怪啥人？佮因为你一时的糊涂，佮害我逐天为这件代志咧烦恼。我不但
要惊小姐的鬼魂，要甲我讨命。可以惊有人要来害我，这款日子是要跟我过啦。你若是敢再讲一句，我将你嘴子割掉，我你一世人做会到。好啊，你快去甲我抬死，我可免在这受苦。你上去哇！敢讲你嘛甲抬手骨同款，抬袂落手。你给我站起！我警告你，以后不准你讲话，对阮大兄无礼。阿母，你一定要冷静，乖乖啊听我的，我叫你安怎做，你就安怎做。我给你保证，以后绝对袂让你过这种惊吓的日子。烦恼，无我出来外口无闲哦。嘿，等下，李总管。来，那你伫生气啥嘛？人还未来跟你招呼，你就乱甲遐提酒，是毋是升了总管呢？就开始有计策啊！哈，哈哈哈哈！卖遐吊金嘛！来，我先敬你一杯，来甲你备一个气嘞。金总，也是你上巧，你上了解我。啊，是我用料无唔对吼，一定阁是秀姑高丽的迄只歌词，你害你心烦，你甲林婉娥阁伫遐冤家，是毋是？无唔对，即几天去予迄个林梦玲，也阁有迄个秀姑。闹甲代志拢真歹进行，这个阿母啊，伊阁胆阁无够在，惊东惊西，万一第一这个时阵，若是出啥物差错，规个拢气了了。哎呀，这嘛免拢怪你，话总是我，我袂惊甲皮皮喘呢。金枪啊，咱两个共床一段时间啊，个枕头边啊。什么代志拢甲伊讲，无论安怎，你一定要甲我斗想一个办法。官场甲商场呢，拢嘛是同款，是到什么山呢，唱有什么歌。而且管老爷甲我讲，无凭无据吼，是明你定罪的呀。来，杨哥。即卖连梅兰婆啊、秀姑，都是一个真麻烦的人家。阿姨有啥物麻烦啊？伊只不过是玉楼村出生的啊。是啊，伊嘛是玉楼村。莫怪，莫怪老爷捌讲过，确实是无唔对。伊是你老爷吼替伊小心的，啊过年啊，刚嫁予你家的丁刚了一点的，啊无哪会年岁遐尔大，啊搁伫遐阿婆生囝呢？伊拄则讲是阮老爷替伊赎身，是啊，伊伫遮的时阵人面真宽，所以即卖呢就伫替人做媒人婆，专门呢替一挂风流公主，甲一挂富贵千金伫遐谈红线。安尼，你一定甲伊真实。当然嘛是，伊要赎身进前啊，伊还佫送我一支碧玉针，我逐工呢拢甲伊插咧头壳顶，就是五万。都一个有心的人，会替我来赎身。金枪，我就是迄个有心的人。一百年，啊，不过我讲的好，人我是离开玉楼村，我是不爱做媒人婆。
你放心，我有一只金钩椅，等你让你坐。嗯，金钩椅，你讲这句话，你可爱真心，无你就枉费我对你的一片真情啊。金枪，等我得到你家的财产，咱的后世啊，就真快活过日啊。哪呢？迄、那个林广娥呢？哼，阿娥只不过是我棋盘内底一粒乌珠啦，天后甲吐甲尽吧，你已经无路用啊！你唔通到时阵吼，底下放袂开，安尼吼，我可无要放你煞哦。真同情你的做法，啊！不过，今日赶车去燕子湖，找你的爸先找几天，拢找无呢。已经无在遐，现有道人得到消息，偷偷把我的爸先护起来，待伫个后厝的树篮内，佮用两块大石头把我抵咧。你若知王彩娇尸体是待伫后山的树篮内，是王彩娇小姐甲我讲的。是啊。如果是桂芬讲来听，林姑娘，你哪能见解拢讲一挂鬼话嘞？迄只不是鬼话嘞，假无头，迄是王小姐伊的阴魂不散，才会现身讲林姑娘知影。是啊是啊，伊嘛一定希望紧破案，通好紧抓到凶手啊。对啊，啊王小姐的尸体哦，就是证据啦。哦，迄尸体若出现哦，迄凶手就无话通辩啦。好啦好啦，我阁信你一解啦。多谢。大娘，尸体已经挖出来啊！什么尸体？命案的尸体。你讲我清楚。是爱讲清楚。来去衙门，来人民头前，主任，让恁讲啊足清楚。来啊！在。将这两个阿达。是。牛杰。牛姐，我喜欢你，牛姐，我喜欢你，牛姐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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
王小姐，你哪是这么凄惨？这可不老费呢，敢会记得真人？那安尼哦，这区一定是王彩菊的尸体啦。控诉！本官办案，不准您妄加断案。大人要求证明实据，今嘛王彩菊小姐的尸体，都是上好证据。林木娘，你是不是会当确认伊就是王彩菊的尸体？确定。你捌见过伊本人？我捌见过。我若无阿秀哥，我见过伊啊。周秀哥，伊好好加一个清楚，这个尸体到底是什么人？你确实是王彩娇小姐，忘不掉，我还认得伊的耳钩。叫你认人，无叫你认耳钩。要不过，伊那边已经洪水，怎个拢溅起来啊？我不跟原来面貌不相同款。无同人当然是无同款。不过，伊的嘴型我系认的。你乱来！变一个嘴型，你要叫本官如何办啊？秀秀哥，本案是命关天，你的一言一语，句句影响着被告的清白。伊两个害死王小姐，搁惹我囡仔威胁我，我会用来作证。你的控告完全是片面之词，本官不足采信。孙公人家拢不足采信，请问大人，什么款证据叫人采信？只要是合情、合理、合法的证据，本官一律采信。本官执法无疏，宁可肃静从严，也免你误判无辜。如今尸体无法辨认，本案延期再判，且等。大人，你讲的一句话就是黄金一箱啊！你这个李娇娘，你装尖阴耍，当然人命都值钱嘛！大人，按你讲，我这个李娇娘，我是用提偌济金嘛呢？当然是一部。多谢大人。大饼包小饼，那苦苦的寻欢珠宝，只不过是你家小块阑珊钱而已嘛。啊，你丢鬼家迄个林婉娥吼，因两个就参手炒高保险，想要孝顺你家的财产。都，伊阿姨都未跟你讲，有你这只金丝雀在后边咧对啊。金丝雀吼，啊！你大人，莫非你就是迄个怕来的人咯？我即马刚刚想讲，一嘴就要甲你吞落去巴肚底去。哎呀，等一下嘛，等我去甲别个人客吼，甲安排好势，我阁过来吼，慢慢啊，甲你哄开咧。紧去紧倒来哦。遵命。苦苦一想我阑珊钱，就想要讲要收买本官仔，哈！本官慢慢啊，给你拖，你都一想啊，一想啥？哈哈哈哈哈哈！丁超，又收起来。这，你莫假人啊！紧假讲，大人到底有收起？收是收啊啦，啊不过，伊产像是无啥满意呢。伊是不是嫌收少？
嘿啦，我看是安尼啦。啊，无安尼，明仔载你赶紧甲送秋香来，好不好？邱处理啊，这本正官老爷讲哦，看到尸体哦，伊就要破案，啊，即马煞故意挑难啦。嗯，这其中哦，表现过啦。吼，这具尸体哦，确实有点紧，无法度辨认。是啊，我平时也讲，迄个是王小姐无唔对，但过即马无尸体通好认，根本都无法度通破案。吼、哦，真正有影啦！啊，那安尼哦，迄落许凶手哦，逍遥法外，无我无天。吼、哦，什么讲伊大公无私啦？吼、哦，我看伊根本就是放臭屁啦！蔡玉小姐这个冤案，行到这，咱已经用尽办法。虽然咱的感觉已经无希望了，啊，不过咱知影真相，咱袂用就安尼准拄煞，知影？嗯，无路就要找路。啊！若找无路，咱来开路啦。嘿，这就是观世音菩萨给咱的开示。无中求路，白中求我，知影无？知。秀哥，秀哥，我老夫人阁有要紧的代志，想要请你加一撮菩提心。菩提心，是老夫人讲想要单独甲秀哥讲话。老夫人，秀哥来啊，紧请伊吧。是，请来。老夫人，秀哥，阮一向拢对你都袂歹，希望你今仔日踮这佛堂的所在会当坦白讲，我的心腹是毋是王彩玉？老夫人，我用对付做酒桌，王彩玉已经被人害死啊，少爷所娶的。是蔡玉小姐的查某囡仔林冠娥，真实的，是真实的。老夫人，你甲老爷遐尔疼惜我甲阿弟，而且佫提前替我小心，予阿当离开玉楼村嫁予阿弟，恁的温情，阮都还袂报答的。假使讲那毋是事实，我明仔敢予袂讲，讲小奶奶伊是假。一个查某囡仔人，伊哪会敢做这款的代志呢？我即马上惊是林元娥甲张贵因俩合起来，上主要目的就是要处理家的财产。老夫人，你还小心提防，上好这代志还袂破案之前，唔通打草惊蛇。李大王的老母知影代志的真相了后。敢会对案情有所帮助呢？这敢会是马祖林月娘所讲的山穷水尽之后的另一串呢？精彩的情节发展，你千万唔通错过。明仔暗八点，请继续观赏《马祖拜观音》，花轿鬼新娘。一步来，咱的一生，咱的爱是咱梦的所在。人在做，天在看，心有真有假，我只要你温柔对我，啊，一条感情线连你我心。